开车来，开车开心好，心跳继续一百亿砰砰砰闹心，你还没有起，没看到我发的信息，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想你，陈哥，嗯，还好没被看见，怕别人看，不怕，有什么好怕？我相信你心，你说你是来办事的，来得及吗？我可以自己叫车走。爸呢？那我喝完这个就走。今天休息，不急，你慢慢喝。